可以按键开启，也可以感应开启。哦，也可以脚踢开启，它开启几秒钟才会自动关闭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安装教学。它这个呢，电池盖是在这边，哦，里面放了3颗的那个4号电池，啊，然后呢，它这里面，垃圾袋的框子放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把它这样子在里面，然后压下去，然后这个往里面放，然后这个再盖上来就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有防泼水的功能，我们现在测试泼水，还有防泼水的功能，这是日本监制的，品质非常好。